哇！我終於做到佢咯喎。哇 ，Marshall 嚟嘅喎。唔係 Marshall，Marshall 嗱，我真係查過字典嘅，真係讀 Marshall 嘅。嗱，我冇做錯嘅啫。不過喺後面啲字就難讀啲。Marshall Osbridge 咦？啱喎，喂。Marshall Osbridge Voice Volume with Google Assistant， 好似講到印度人咁喎。大家好，奇趣，歡迎大家收睇頻道。如果大家未訂我頻道嘅時候咧，即刻撳下個鐘仔，我第一個資訊咧就會俾大家將來更加多產品介紹俾大家噶。今次咧終於嚟到咧 Marshall 嘅世界啦，我咧感覺到呢個 Marshall 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細細個嘅時候啦。咁呢個 brand 咧就真係咧我真係好中意噶，咁而且咧就真係非常之有型格。今次咧就能夠做到佢啦 ，Marshall Osbridge Marshall Osbridge Bright 都係唔得，真係好難。你試下，你真係好難。Marshall Osbridge Voice Volume。With Google Assistant， 終於讀到啦，跟住之後我唔會再讀佢嘅全名啦。今次咧 ，Marshall 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智能嘅喇叭嚟噶，咁佢咧亦都係打正旗號係 With Google Assistant 噶，咁即係話能夠控制到你屋企裏邊嘅智能家居或者咧呼喚呢個 Google 咧嚟幫你手噶。不如首先我哋即刻睇下我之前嘅開箱片段，之後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咧就係 Marshall Osbridge Voice， 上面都寫咗支援 WiFi 啦、AirPlay 啦、Bluetooth 啦，當然最緊要咧係支援咧 Google Assistant 啦。盒邊嘅側邊咧都講咗唔同嘅特色啦，包括咧佢最耍家嘅 Signature Sound 啦，同埋咧佢嘅 Voice Control 仲有各種嘅功能嘅。望見佢盒上面咧個 model 嘅手嘅紋身，已經知道佢真係行型格嘅路線噶啦。Marshall 喎，打開盒嘅時候即刻見到佢咁靚嘅機身啦，一貫經典嘅設計同埋加埋黃銅色嘅 logo 咧，就分外咧型格嘅。喇叭上面咧都係採用翻佢嘅經典嘅織紋設計，復古得嚟又有性格。而佢嘅 logo 同埋下面顯示燈嘅位置都係一個黃銅嘅設計咁樣嘅。为佢全身都系胶面外壳，上面有增添几分嘅质感嘅。背面咧就非常之简洁啦，只有一个掣系 pair Bluetooth 咧，同埋一个电源线位置。睇埋其余个盒里面仲有咩配件先。首先都系一啲介绍连接 apps 啦，同埋呢个 paperwork 嘅。当然啦，因为系行货，所以都有一条咧香港用嘅三脚插线嘅。里面嘅嘢咧就系咁多啦。今次开箱就结束，开完箱梗系睇下个特写啦。以非變攜式嘅喇叭嚟到講咧，佢咧就已經係非常之咁輕啦，同埋細小啦，只有咧 1.39 kg， 尤其是放屋企咧就真係非常之咁慳位，放喺咧你個床頭或者咧喺呢個書櫃上面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有咁性格嘅一個點綴嚟噶。不過咧今次咧佢就由以往傳統嘅旋轉式嘅按鈕咧，而家改為咧呢個長條形狀啊，咁我就覺得咧就冇咗以前咁嘅傳統經典咁有性格，咁但係咧添加咗一份即係叫做時代感啦，咁但系因为咧起初咧，我真系以为呢一啲咁嘅条状嘅物件咧系轻触式噶，即系好似咧你平时咧即系轻触啲蓝牙耳机咁啦，但系原来佢唔系噶，佢按压式设计啊。即係咁拍落去咧係有聲噶，不過呢點咧就我又覺得即係略為就遜色咗少少，冇咗佢原本嘅味道啦。不過咧其實咧撳落去咧反應咧都算敏捷，同埋咧真係按壓嘅時候咧個回饋感咧，即係起碼你知道自己係撳緊個掣啊，係咪？不過呢個只不過係咧個觀感嘅問題啫，因為買得呢啲嘅藍牙嘅智能喇叭咧，通常咧都係咧用佢嘅語音操作噶啦，咁同埋手機嘅程式咧一齊嚟控制噶，好少咧就真係行埋去即係逐隻掣撳噶，咁如果係就唔使買佢啦，係咪？咁所以咧，呢個只不過係我心裏邊咧一個對佢外表嘅一個情意結喺度嘅啫。嗱，上面咧三個控制咧都好簡單嘅，咁三個按鍵咧分別咧都係咧控制佢嘅 volume 啦、bass 啦，同埋咧佢嘅高音噶。佢嘅連接方式咧都有好多種嘅，例如咧可以用 Apple 嘅 AirPlay 2啦、Chromecast， 或者咧係佢叫得佢個名咧即叫 Osbridge Google Assistant 啦。其實當然係主打咧係使用咧佢嘅 Google 嘅語音助理啦。使用嘅時候咧，除咗可以 download 咧 Marshall 自己嘅 apps 之外咧，大家記得
得咧，一定要 download 埋咧佢嘅 Google Home， 咁大家咧先至可以使用噶。不過大家放心，就算咧你好似我咁咧係一個即係 Apple 嘅用家啦，用 ISO 系統咧都可以用到嘅。連接上面咧都唔係好複雜嘅啫。未用過呢啲語音操作嘅朋友咧，可能會喺度諗緊咧，會唔會好難辨認到你咧？又聽歌又播咁大聲。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咧都係即係有 HomePod 啦，又有咧後邊嗰個 Google Max 啦，呢一啲咁嘅語音嘅裝置啊。咁所以咧經驗係話俾我聽，你嘅口音或者係咪真係讀得好似即係外國人一樣咧？其實真係唔重要嘅，即係最重要咧就係大聲少少同埋讀慢少少就得㗎啦。不如我哋示範一下。Hey Google, what's the weather tomorrow? It'll be mostly sunny there tomorrow, with a high of 18 and a low of 15. 都唔錯啊。另外一定要注意嘅就係咧，因為暫時咧 Google Assistant 咧喺香港呢個地方咧就唔支援咧呢個廣東話㗎，只係可以用咧普通話啦或者英文㗎。咁但係點解會冇呢個廣東話咧？係咪？嗱，不過咧呢點咧我就知道咧真係唔關媽嫂事嘅，咁只不過咧係 Google 嘅問題啫。嗱，等咗真係好多年啦，究竟真係要等幾耐咧先至可以支援到嘅咧？嗱，呢一個咧就係佢同咧 Apple 咧就真係爭少少競爭唔到嘅地方嚟㗎啦。不過話説回頭啊，無論係 Apple 同埋 Google 咧嘅語音助理咧，其實我都有好耐嘅經驗㗎啦。就算咧喺控制音樂咧或者係智能家居上面咧，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咁好同埋方便嘅方法嚟嘅。不如我哋又示範一下。Hey Google, can you change the lights to white?Thank you， 就係咁啦。但係咧 ，Google 嘅語音輸入咧就真係比 Apple 咧就智能醒目豐富好多嘅，因為咧佢真係好似一本百科全書咁樣。你問佢乜嘢咧 ，Google 咧其實都會答到你，同埋佢有時同你玩遊戲咧都仲可以噶。呢一個咧就係 Apple 嘅 HomePod， 咁呢一個咧就係 Marshall 嘅 Google Assistant 啦。咁我哋睇下佢哋嘅比較係點樣啊 ？Hey Google，how to say hello in Japanese？ In Japanese， you would say konnichiwa。喂 Siri， 日文你好嗎？點講啊？我仲未支援廣東話嘅翻譯。Hey Google，how many Disneyland in the world？ Six Disneyland。On the website mousehacking.com，they say there are six Disneyland。Glad you found me helpful。Let me know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哇，都幾有禮貌啊！喂 Siri， 世界上有幾？多个迪士尼呢？我在网上找到一些结果，我会将他们传送去你的 iPhone。 我找不到你的 iPhone， 不过你可以在那里再问我。他真的什么呢都会不回答你的，他真的会叫你自己在网上看的。喂 Siri， Google 有没有推出最新的电话？我在网上找到一些结果，我会将他们传送去你的 iPhone。 我找不到你的 iPhone，不過你可以在那裡再問我。 OK OK OK， 你看到啦，相反呢 Siri 呢就真的好像蠢一點點樣的，你問什麼呢他都會叫你呢上網查。不過可能這個呢就即你不要說他蠢，可能他聰明，即他自己不用撈嘛，叫你自己去看咯。但是你真的用得這些這樣的語音在廳裡面很 chill 揸杯咖啡的時候，你問嘢梗係想他答你的啦。所以在這一方面呢 Google 呢就真的絕對有優勢的，畢竟呢他真的一路呢都出開呢 Google 的 Search Engine 嘛。所以呢我就真係好唔明點解佢支援到廣東話呢，我真係好想佢支援廣東話。嗱，如果有朝一日咧，大家都知道咧，佢真係開始咧支援呢個廣東話嘅時候咧，麻煩大家真係記得 PM 我，我真係好想知道，第一時間即刻去試下佢啊！嗱，講完咧語音助理啦，當然係要講下咧，作為一個喇叭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啦，就係佢嘅音質啦。佢有好多種連接嘅方法咧，可以咧播放音樂噶。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用呢個 AirPlay 2咧嚟到播放。理論上咧應該用呢種方法咧去連接咧就更比咧藍牙連接咧就更加靚聲㗎，佢亦都咧支援咧 Chromecast 同埋咧藍牙 4.2 㗎，係啊，你冇聽錯，係藍牙 4.2 啊。咁我希望咧，即係2021年啦，都希望佢真係會盡快咧去改變下，因為咧 5.0 嘅連接上面咧就真係快好多㗎嘛。不過大家要留意啦，如果真係用 AirPlay 2去播放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用 WiFi 去連接啦。如果唔係咧，大家都係用翻藍牙連接咧就可以啦。聲音方面咧，佢輸出嘅功率咧都算係大噶。只要咧開到咧中間啦，即係去到差唔多第三格嘅附近嘅時候咧，我成個客廳咧大約200多尺到啦，咁就已經係好夠大聲啦。咁但係音箱嘅設計咧同埋喇叭咧都係直線咁樣咧發聲輸出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個立體感咧就真係唔係算係好強噶，即係個外形咧或者 Marshall 不嬲都好似我哋平時夾 band 嗰啲 amplifier 一樣，即係一樣咁嘅特色嚟噶嘛。呢個就真係正正係個經典嘅特色嚟。咁所以咧。
爱上佢嘅人咧，或者买得佢人咧，就一定唔会介意啦。而且大家要留意啦，佢一体化噶，咁所以咧未必真系俾到啲立体声咁富有咧呢个环绕感嘅音效咧俾你噶。咁但系咧佢仍然都有一个选择嘅，就系咧佢可以做一个联动性啊，即系话如果你系买多个翻嚟嘅时候咧，你有两个咪好似 HomePod 咁就有立体声嘅出现咯。今次呢款 Marshall 咧喺音质上面咧都系一贯作风，都系佢嘅风格嚟噶，人声咧都系好细致啦，而且咧系好清晰，穿透力咧都系算强噶。佢低音输出咧，嗱讲真就真系唔系算系好太震撼，但系咧一定程度咧都会有啲回弹力俾你噶。如果你真系中意听啲吉他声啊，又或者系一啲注重人声演唱嘅歌嘅时候咧，呢一个咧就一定系适合你啦。但相反，如果你真的要去炸機的時候呢，這一款呢就未必真是你最好的選擇來的。不過大家都想到了，如果真的這麼少的音箱來說呢，放在這個床頭啦，又或者是工作的地方，開著音樂去超下來的時候，慢慢聽一些即很清新的音樂，其實對於我來說呢，其實就已經是足夠了。至於看片的時候呢，只要連接 AirPlay 呢就可以呢能夠帶出非常之好的音色了。而且呢它的 delay 的延遲度呢就真的可以說是沒有那麼滯的，聲音都很清脆利落，人声咧都好清晰、好清澈噶，睇片嘅时候咧都几舒服。所以咧，平时如果好似我咁样，成日都系上网睇 YouTube 啦，又或者系睇 Netflix 嘅时候咧，去放电影睇系绝对咧就冇问题噶。好啦，嚟到总结嘅时候啦，嗱，对于我嚟讲咧，今次咧 Marshall Osbeach Voice with Google Assistant 就真系一种咧品味同埋咧一种型格嚟噶，而且咧佢嘅调音咧就真系一贯咧 Marshall 呢个作风啦，整体嚟讲咧都算系几平均噶，无论喺连接方便啦，即系反应够晒敏捷之外咧，佢嘅音质咧都真系唔错噶，加埋咧佢咁有特色复古嘅外形，就真系咧就加咗唔少分噶。最重要咧佢系支援咧 AirPlay 啦同埋 Comcast， 打正旗号咧就真系支援咧呢个 Google Assistant 为主打噶嘛，咁所以无论你系苹果或者 Android 嘅用家咧，都能够照顾到啦。咁作为一个智能家居咧，佢真系一个必备嘅助手嚟噶，而且净系放喺度作为一个装饰品，都系一种品味嘅象征啦。嗱，要知道咧，选择咧购买一件货品嘅时候咧，自己嘅心理质素咧，同埋呢个形象嘅感觉咧，都系非常之咁重要噶。你买个偶像或者系你自己心头好翻屋企，你就梗系特别咧，即系感觉到自豪感啦，同埋真系会即系爱惜佢啦，系咪先？而家佢嘅售价咧喺 Stripfairy Asia 嘅网页里面咧，购买咧系1799元啦。咁如果大家咧真系用我呢一个优惠码咧，大家仲有折扣添噶。咁大家咧仲可以去上去睇下更加多嘅 Marshall 咧嘅系列嘅产品噶。如果有兴趣，大家不妨咧可以睇睇噶。今日就介绍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条片咧，就记得咧去 share 我条片啦，同埋咧 like and comment 啦，仲有订阅个频道，揿埋个钟仔，第一个资讯即刻通知大家。仲有我个 Facebook 同埋 IG， 仲有呢个 MeV， 记得大家去 follow 我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